武汉肺炎继续蔓延，大部分人都会避免出街，减低被感染的风险。但是伍咏薇和她的一班好姊妹就照样出关，为五姑娘的51岁生日庆祝。身为金枝玉壮士之一的潘晓彤，这日就在社交平台铺了几张为五姑娘庆祝生日的相。虽然玉壮士入面的简慕华和九云慧都缺席，但是就多了周嘉怡一起为五姑娘庆祝。虽然早前五姑娘患上肠胃炎，加上失眠导致精神不好，但是相入面见到精神奕奕的五姑娘似乎已经好翻晒，拎住生日蛋糕的她还笑得特别开心。而大家饭局之后都有戴翻口罩在食店门内影大合照，过了个简单愉快的晚上，五姑娘应该都好开心了。